早晨，张居士告诉我，今天的新闻报道，阿富汗有大地震，死了5000多人。世间这些灾难越来越多，不定在什么时间、在什么处所发生。我们细心去观察，生命是何等的脆弱，人的一生已经非常短暂，纵然长寿，活到100年，百年实在讲，也是一弹指，一刹那的。细细想来，人生有什么意义？有什么价值？如果能够回头反省，这个人就容易觉悟了。佛家教导我们借假修真，身体是假的，医报的环境也是假的，我们生活在虚假之中，而没有发现它是虚假。生生世世就在这虚假当中造业，所造的善业少啊，不善业多啊，所以招来皆是不如意的果报。空过了这一生，那么什么是真呢？放下这些虚假了，就是真的。如果这些虚妄的还要执着，还要分别，不肯放下，那真是佛在经上常常感叹的可怜悯者。我们讲佛在经论上种种教诲归纳成20个字，我们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存心，这是真的。以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念佛去过生活，这是真的。
佛告诉我，六道十法界都是虚幻的，梦幻泡影啊。一真法界是真实的。聪明人，觉悟了的人，要利用这一生短暂的时间，借假修真啊，其如一真法界。华严经里面，字字句句显示出如来无尽的悲心呐。觉悟的人，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，无一不是朗然大觉。圆满的大局，昨天经文里面读第一段宫殿，宫殿是什么？住持。每一个人都喜欢将自己居住的房舍布置的高雅，布置的很美。那个宫殿也就是这个意思，从环境的庄严回过头来，要体会到心地的庄严。身住在这个房舍里面，心住在哪里？一切万法当中啊，心是主宰呀，我们凡夫这个心主宰妄想分别执着里面的，这个错了啊！为什么呢？真心里面原来就没有妄想分别执着。这是心住错了地方。佛教导我，看到这些宫殿，看到这些居住环境，无论是菩萨居住的，天人居住的，众生居住，乃至于卧道居住的，都能够回光返照。想到自心的一处，这个才叫真正觉悟。真正的回头了，我们自己是凡夫，没有能力断烦恼，但是要认真努力去念佛。依靠阿弥陀佛
本愿威神的这个力量的加持，我们这一生能往生啊！啊，真正是往生不退成佛，这一生就没有空过。否则的话，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，要是出不了轮回，依旧在六道流转，那这一生又错了，这一生又空过了。不但是空过，决定又增长了无量的罪业，罪业的累积使我们一世不如一世，一生不如一生，每况愈下。我们在六道里头不是向上提升，而是向下坠落。这种情形我们自己要很明白，世出世间的善法我们常常忘失掉了，世出世间的恶法我们不知不觉的常在回犯，一个醒悟的人他怎么不会提心吊胆呢？只有一类是麻木不仁的人，迷惑颠倒在过日子，学佛闻法之可贵，就是将我们日常的麻木再清醒过来，使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长存高度的警觉性，与一切人事物环境当中不迷，不邪不染，这是佛教我们的。我们细细思维，佛所教的是正确的。明了佛的教导是善良的，是正确的，就应当发心依教奉行，先度自己，自己度了才能度别人，也就是自己做好了，自然就能影响周边的人。同
同样一个道理，你这一家做好了，就影响你的邻居。一个道场都能够如法的修学，做得很好，就能影响社会，对这个社会风气真正能做到潜移默化的效果。这就是大功德了，真实的功德。诸佛菩萨修因正果，大道圆满，凡夫不是做不到，而是不肯做，不知道各种的道理。不知道殊胜真实的利益，他不知道，往往只看到眼前的小利，不知道真实的大利益。我们常常听人家讲，现在这个社会很现实，他哪里懂得现实啊？只有佛菩萨才懂得现实，那才叫真现实。众生皆是迷惑颠倒，我们冷静地观察，他所想的、所说的、所做的，全是颠倒啊！把虚妄当作真实，把邪曲当作真正。将非作是，将害作利，全是颠倒啊！他哪里懂得现实啊？佛菩萨慈悲教导，他不肯听，不能接受。所以诸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界，出现是慈悲，不出现还是慈悲。为什么说不出现是慈悲呢？不该出现的时候，佛菩萨出现了，众生不能接受他的教诲，反过来一定要回报佛菩萨，回报佛菩萨造无量无边罪业，这佛菩萨不出现于世间，不给你造谤法的语言呢，这不是大慈大悲吗？不叫你造极重的罪业，不愿意你看到你
堕落在三途受苦啊。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佛菩萨的心性。无处不是表现高度的智慧。至极之慈悲。佛菩萨做出一个榜样来给我们看。八相成道是个标准的例子，八相成道教导我们如何过一个有价值、有意义的这一生。我们读这段经文，不是说这是释迦牟尼佛的，与我们不相干，那就错了。不知道字字句句都是教导我们的，字字句句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。佛说法一句废话都没有啊，我们听了要能够领会。譬如八相里面第一相舌头帅，这个意义很深很广啊，叫我们能放下现前一切的享受，去为社会、为一些苦难的众生。我们多舍一点，众生的苦难就能减少一分了。纵然在行事上，我们没有这个机会，没有这个缘分，不能做到，但是这个心可贵啊。你这个心一动啊，天地鬼神都知道啊。有这个心，没有这个事，那是没有缘分，条件不具足。有这个缘分，有这个条件，必然建筑于四相啊。那个功德就更大了。所以我们不能说是看到哦，佛从天上降生下来了，这有什么意思？佛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，放弃他富贵的荣华的生活，你能体会这个意思，这就深深深多了，你才能得受用啊。古来的
祖师大德，这里面有出家的，有在家的，为什么在生活上都示现的那么清苦？他为什么不改善他的生活？他不是没有条件，条件很具足啊。我往年在台中十年，我看到李炳南老居士，他当时待遇不薄啊。他的职位是奉司官府的秘书长，主任秘书。那个待遇相当可观。他兼了两个学校的教授。他行医，这是义务，从来没有收过人家的报酬。他的医道很高明啊！他教学学生多，学生对他都有供养，那供养很丰厚啊。可是他的生活，几十年如一日，一天生活费用2块钱。别人没办法过，他过这种清苦的生活，过得很自在，过得很快乐。一天24小时，除了睡眠之外，为佛法、为众生工作，没有一点空余的时间。外面人慕名到台中去拜访他，2个星期之前有时间，把你时间排出来。排在什么时候？如果不是2个小时，两个星期之前约定，他决定抽不出时间来接近。哪里有多余的时间？为这佛家讲的待众生受苦啊。虽待众生，他自己身心愉快，一尘不染。真正做到了像华严里面讲的净秽不二，杂染不二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